101母音进阶篇 English 101 You are number one 大家好，我是鲍勃，今天要来带大家认识更多的母音组合。到底还有哪些音是发长母音呢？还没有观看母音和子音影片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的连结收看。大家还记得上一支影片鲍勃教你们的长母音发音规则吗？鲍勃跟大家再一起复习一遍。首先，我们先来看长母音 A。一个音节有两个母音，其中一个母音是字母 E， 放在字尾时不发音，前面的母音发长母音。蛇的英文是 snake。第二个是两个母音连在一起，后面的母音不发音，前面的母音发长母音，大脑 brain。 接下来还有一个组合也是发长 A 哦，我们一起来看看。 A 跟 Y 放在一起时也是发长 A， pay 付费， say 说。再来，我们一起来复习长母音 E， 一样都是用长母音的规则来发音。这些都是鲍勃上一支影片举过的例子哟。Pete， 皮特，人名。Teeth， 牙齿，复数。Beans， 豆子。跟 AY 这个组合很像 ，E 跟 Y 放在一起。是读长母音 E 的发音。 Key 钥匙， Honey 蜂蜜。接下来一起看长母音 I， 再一起复习一遍。 Kite 风筝， Pie 派。 I G H 放在一起是发长母音 ILight 光线， night 夜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长母音 o， 跟着鲍勃一起把单字念过一遍。 nose 鼻子， toe 脚趾， soap 肥皂。再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还有什么组合也是发长母音 oO 和 W 连在一起时是发长母音 O。 Slow 缓慢的， Show 演出。最后我们再来复习一下长母音 U。 Cute 可爱的， Tuesday 星期二。鲍勃告诉你们还有一个组合也是发长母音 U， E 和 W 连在一起时发长母音 U。 Few 很少， Nephew 侄子，外甥。最后的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长母音 U。 刚刚不是看过了吗？鲍勃要告诉大家，其实长母音 U 还有另外一种念法哟。长母音 U 还可以念成 U。 接下来鲍勃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看。第一个， E 在字尾不发音，前面的母音念长母音， Rule 规则。第二个，两个母音连在一起，后面的不发音，前面的发长母音， glue 胶水。第三个跟第二个一样， fruit 水果。最后一个，没错，就是刚刚鲍勃才刚跟你们说也可以念长母音 u 的音， draw 画画。它的原形动词是 draw， drew 是它的过去式。我们一起来看几题练习题，练习一下吧。请圈出发长母音的单字。
第一题 Write Sit Hike 第一题的解析第一个单字 IGH 是发长 I 第二个单字只有一个母音所以是发短 I 第三个单字一在字尾部发音前面的母音发长母音所以答案是 Write 跟 Hike第二题第二题 Low Put Note 第二题的解析第一个单字 OW 是发长 O 第二个单字只有一个母音所以是发短 O 第三个单字一在字尾部发音前面的母音发长母音所以答案是 low 跟 note 第三题第三题 day late wait 第三题的解析第一个单字 ay 发长 a 第二个单字一在字尾部发音前面的母音发长母音第三个单字两个母音连在一起后面的母音不发音前面的母音发长母音所以这题三个都是发长母音哦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咯拜拜